我叫美莲。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料理呢，就是我们新华人家家户户的人都会煮的叉混。今天呢，我煮的这个叉混呢，因为我们不同了，没有隔夜菜啊，我们自己改良了，拿鸡啊，拿什么自己喜欢什么就放什么，这种是很平常的。小时候我们在家里啊，不是很有钱的嘛，所以每次隔夜的那个菜啊，我们都拿来切丝丝，就拿来煮叉混，就每个人都可以吃了。小时候在家里，妈妈叫啊煮了，我们看了我们就会了嘛，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妈妈哦，她教我这道菜。到现在呢，我也是这样煮给我的孩子吃，他们每个也是很喜欢，尤其是我女儿啊，她怀孕的时候啊，她什么都吃不下，就是吃我的叉混。有一次啊，我煮了一大锅的那个叉混啊，就是带去给一些朋友啊，每个分享啦、啊，每个人打包回去，吃不完还要，不是吃不完了、啊，吃了还要打包啊，这个是我最大的满足感，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喜欢煮给他们吃。Very good。Yeah, 我希望大家学会这个料理，可以在家里煮，跟亲戚朋友分享，带出家庭的温暖，也融化大家彼此的那个陌生。